前我们家是在哪，在那个上海虎那儿。83年的时候，完我就跟着文去钓，钓了这么多，钓了这么多。但是呢，在车间当工人，后来在外边天天经常弹琴。后来我是93年还是92年啊，才去报的课。虽然我脾气暴，但我就是在弹琴的时候就跟换了人似的。但是因为我脾气暴，我就运用这个手段呢，我行使着我这个工作的这个职责呢，可能有点过。其实如果我觉得可能我要是不放弃弹琴的话，可能也没事儿。我如果要这么说的话，等于好像是我把自个儿推到保卫干部上，其实这样也不应该。就是企业不稳定的啊，你想着以后怎么办？其实也有点这个失落，也是为前途比较担忧。而且尤其是最近这几年，就是脾气比以前要了。我谈不上孝顺，我只能说是我的父母是特别好。我活这么大了，我还得靠我的父母来资助。你看我的工资少啊，我有时候我看病，你看当地报点销，那我有时候我这个父母给我钱，给我看病钱。你看我的孩子上学，那都是我父母出钱。你看我活这么大了，我不但就孝敬不了父母，还让父母来资助我。我说的我心里我特别惭愧，真是。有时候想着特别难受，看《花间档》那电影《猎鹿人》，《猎鹿人》那个主题音乐，我所认识的这个电影，我是先接触的这个曲子，事后我才看的这个电影，因为这个曲子非常优美。你要一听这曲子，这里边的情节跟那个暴力情节不相符。后讲的是那个莫扎特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，全国性的这个比赛，全国还是首届比赛。全国第一。先生，又弹起来了。啊。哎，对了，先生，明天啊，我有一哥们结婚，你给过去祝祝兴。去吧。人家建设级的弹可是全国比赛第一名，你让他去婚礼上弹，你不是骂人建设吗？挣点外快呗，有时就咱们厂现在这点工资。每个月才挣400来块钱，够谁花呀？怎么过日子？我跟你们说啊，让我拉板车挣钱，我干；让我去给别人弹琴卖唱，别想啊。随便说说吧。喂，找谁啊？哎，你等一下啊，建设，找你的，你媳妇。嗯。啊，不是刚交了200啊？啊，那行，那我想办法吧。啊，行，好，没别的事吧？挂了啊，挂了。现在养活孩子怎么这么费钱啊？这个才上幼儿园，这以后这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可怎么办呢？
这辈子光为孩子活着了。可不是嘛，我那侄女刚上高一，也是成天交钱，急得我哥没法。现在的孩子花钱就是多。不说上午送到吗？谁知道呢？到现在还没人影呢。哎，棉纺厂，我找老李。哎，老李，我刘贵儿，你不货怎么还不送到？我这快都停产了。真是的，下午三点以前必须给我送到啊。不然让我工人到你那儿吃饭去。记住，下午三点，三点不到我跟你没完啊。这谁干的活？这个？小赵。这你干的活？这上班看着踩的线歪歪扭扭的，想砸饭碗。不想干说话啊，扣他十块钱工资。行，干活去。这批货销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人家批发商像这种款式太老了。这帮孙子就想把价压低了，你别理他们啊。那么大。快！哎，站住！站住！叔子，都过来！过来！都过来！拿东西！都过来！我跟你今天嘛，我有活干了。站好，站好，站着，站着，第几次走？第一次。哪儿的？藁城的。藁城的，你呢？藁城的。第几次走？头一次。胡说八道。第几次？说。第一次。你说，第几次？头一次。头一次，偷什么了？胡说八道！哎，建设，第几次？站好！犯得着呗？你把人打伤了，小心点告你啊！才当了几天老板，说话这么文明？告啊告！告他们谁呀？嗨，你们也太认真了！就咱们这老掉牙设备，你放在那烂掉，你还不让偷着卖点废铜烂铁养家糊口？这样谁也不容易。嗯嗯，大哥，这位大哥，求你，你给他说说，把俺放了算了，俺也不容易，俺们这头一次，你看家里应挺。硬没钱儿，你别求我，我算干嘛的？我们这大哥可我们厂的门神，你还是求他吧。我那行行，往后站，拿着说。站好了。刘老板，到底是财大气粗，说话就是不一样啊。得了得了，我不跟你斗嘴了。怎么样，咱玩两圈啊？不跟你玩，太赖。我赖谁不赖？这人一上了牌桌，没一个好的。咱
么着？还真想玩几圈？怎么着，孙子，把他们弄办公室去，记清楚了，弄不清弄派出所，听没有？我跟刘老板玩几圈去，赢了钱请你喝酒。行，多赢点啊！刘贵这两年可没少挣。走，你们啊，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谁知道我的难处？行了行了，三厂工人就你发了，没人朝你借钱啊！走，咱俩拎东西，别跑啊！我弄派出所去。别走。3点以前必须赶回来开会。开什么会啊？改革裁人。东风，子木，庄稼门清一条龙。来来来，给钱，一人12块。谢谢。他怎么那么活呀？他这就是咱在里边敬茶也行。哎呀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上了牌桌谁不想胡牌？不胡牌，我吃饱撑的坐这儿来。能不能少说几句啊？盯着你，刘平。北风。等一下，这牌子整不清了。二童，来，等等，哥。喂，我。嘛事？在厂里面还能在哪儿执勤？哦，我给忘了，等一下，马上给爸打电话，好吧？行，挂了吧。哦，物品。喂，哎，爸，我建设。啊，那个什么，玲玲他们幼儿园上交什么管理费？啊，那个3万块钱，这个月手头紧，先从里边拿吧。回来，开了工资给你，好吧？一条，小点声行不行？哎，我没打牌，是那个旁边有人打牌呢。啊，行，那怎么着？晚上我让苏丽去家里拿。行，少说几句行不行？手机话费那么贵。那就这样，啊，那我挂了啊，好，再见。
轻点好不好？又不砖头。切吧。哎，切完等，糊了。给装点炮8块啊。哟，啊。高叔，几个刀污水。少罚一点儿，啊！哎，这多少啊？去银行就知道了。往前走100米有个修车厂，叫修理工给你推走。发财。高师傅，喂，
麻烦到小卖部帮我买包红梅烟。好嘞，黄红梅啊。好嘞。发财。胡了，单调法天速降。嘿，真他妈邪门啊！刚才小赵打发财你怎么不胡啊？怎么赶我来发财了？小赵打没赶上，不好意思赶你了。咱家门清实快啊。哎呀，今天这他妈一小子一卷三了你啊！话怎么这么说？平时我也有输的时候，主要说打牌三十年，不输不赢钱嘛。狗皮钱还挺多，他逮了便宜还买乖。那就是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今天手气就是重。哎，我刘贵儿。是吗？他妈老李，你等着，我现在给打电话。快，赶紧拿牌吧！哎，我找老李。什么开会？你叫他一下。我说谁？我说他爹。你说谁？赶紧打牌吧。哎，老李，我刘贵儿。你手上算不算数？这什么时候了？货怎么还不送来？回回打牌就你事儿多。什么？车坏？说你会换一辆车？我告诉老李啊，你下回再这样，上聘礼或一分钱不给你。吴桐，好了好了，我再给你一个小时，货再不送来，我跟你不客气。这年头，有钱就是爷。啊，咱厂刘贵以前说话多少这么气势过，你听现在说话，这个体面。可不，那会儿人家这不放个屁。吓得满身的跑，还打牌不要进行人身攻击吗？这谁攻击你？你说谁会想到人家刘贵突然就富了？这是人不可貌相啊！以前咱们车间就那三十几个人，你说掰着手指头数，哪个不比他强？可偏偏就人家发了。刘贵是发了，其实啊，他沾他弟弟的光了。他弟弟开了个饭馆，哎，刘贵。你这服装厂启动资金是不是全靠你弟弟了？打牌打牌，说这些干嘛？师傅，来接电话用一下吗？在里面打去吧。好。师傅，用一下电话。李主任在吗？我是王达，无论如何叫李主任接个电话。我车坏外边了。陈大妹，你们车怎么通过年检呢？嗨，厂里头工资都发不出来，哪有钱买新车？哎哎，李主任啊，车还正在修啊，我兜里没有多少钱了，钱不够啊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没错，我就在这个修理铺。啊，什么？好的，你等一下。哪位师傅叫李四儿啊？哎，麻烦你接个电话。来。哎，谁啊？啊，老李啊，啊，好久不见了啊，你好你好。哎，怎么？哦，这是你们单位的车啊！我说咱们今天让这破车在街上跑啊！行行，那一百五吧。这，行行行，那就这么着吧，行吧？我不会为一百五为了给你把车扣了吧？行，那就这么着。哎，好嘞，回来请我喝酒啊，别忘了，一定啊。哎，好嘞，哎，来。哎，李主任啊，看来这车一时半时修不好，你还是派别的车来吧。啊？那好吧，那我再等一会儿。
20分钟修不好，那我回去开别的车。啊？哎，李主任，我要是不给你往回打电话，那说明车修好了。好的，就这样吧。那我挂了，李主任。好的。来来，抽根烟。哎。快出牌！老兵，押金。七，七什么七？快点！零。哎，等等，嚯！边家文清十块，我还没打出手了，牌还没出来还算。你输了，七饼怎么还想赖牌啊？哎，不对，我这牌没出手了，这个嘛。快快给钱！这我不给，这不算，这牌没出手了怎么还？那不十块钱你也想了，还他妈大老板的，说出去不怕别人笑话？哎，别十块钱，正经赢的100块钱我也给你。你这不是牌？你不是说我赖了吗？我没说你赖，你从我手里抢的牌能算？哎，怎么这样啊？怎么了？你他妈还要不要玩了？这牌咱卖死，不玩就不玩了。刘贵，不就10块钱吗？一下午就一人赢，10块钱舍不得出。我看你是把赢钱赢疯了。你也有点太小气了吧？心里都清楚，那大哥还都会，谁最会装糊涂？那谁就是啊？那会开完了吗？真的，谢谢李主任，谢谢李主任。您放心，在您的领导下，我一定好好干，绝对不辜负您对我的希望。啊，真谢谢你，李主任。您知道吗？我老婆子已经下岗了，我要是再下岗啊，这日子就没法过了。啊啊！现在我马上就回去换车。哎哎，等等，李主任。哎，李主任，车修好了。啊啊！4点以前我一定赶到他们厂。谢谢爸啊，这个发了工资就还您，啊，行，苏丽在吗？没什么事儿，没什么事儿，啊，行，那我跟同事说一声，我早点回去了，肉我来买，啊，就吃韭菜馅儿的，行，好吧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挂了，哎。先走会儿，我老爸请我吃饺子。你老爸对你可真好，我老爸对我可没那么好。哎，我爸就是脾气倔点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这样，两袖清风。好了。
那我先走啊。慢点啊。师傅，你开开门吧，就是他，没错。哎，干什么呢？他说这刘贵送货来了。刘贵啊，这北京毛不八千公斤。哎，你在传达室给他打电话，要不你不能随便进去啊。去，打电话去。哎，行行行行。小田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刘贵他们都走了。走了。哎，这不是刘老板？刘老板，小田找你了。怎么了？还是因为刚才啊？刚才我也是一时气盛，打牌嘛，这事难免。我脾气暴你也知道。你出来一下，我有点话跟你说。说什么？在这儿说不行啊，你出来吧。真磨叽，从这边走，车在这边。哎，赵科长。刚才刘贵带了一帮人，气汹汹的跑进去了。我问他干什么吧，有一个人挺凶的对我说：“少管闲事儿。”哎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哎，怎么了？师傅，没人接。那可我没办法，不能放你进去。你就让我进去吧，说好了4点钟以前送到。你看，这都4点多了。不行，要不你给我看一下车，我进里边找他一下。
你认识刘贵儿呗？认识倒是不认识，我给他送过货，知道他车间在什么地方。这样吧，快去快回。我告诉你，时间别长了。我可是这里的正式职工，我可不是刘贵儿雇的。哎哎，谢谢。快点。你说嘛，怎么回事？刚才不给你赔礼道歉了？那十块钱也可以给你，给拿着。你看你他妈像个老娘们似的。他来这儿，站住！操你妈的，胆子不小，敢打我哥，站！站！想跑？别胡来啊！十块钱，打他！打他！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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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俩呢？为什么打人？你给我听着，往后你再敢动我哥一根手指头，我他妈我剁你的老二！有话好好说，大家别动手。老刘，你也真是的，你就为那么点小事，你至于吗？你建设，没事吧？来，起来，你们先把建设扶回去。好嘞。好，你好样的，有种给等着。我等着怎么着啊？他妈，我早就知道你这厂里阴阳怪气的，我他妈早想废你。我等着，好了，你反了你了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其实都是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儿。我他妈要让厂里开了一句话就开了你。好了好了，蛋子你。他他妈以为他是谁呀、啊？再他妈装，废他！妈的，闹事儿让我等着。好了，你们几个回去干活去吧。让他妈他等着。告诉那兔崽子，这次我只是给他个警告，再他妈动我哥一根手指头，小心点让吃不了他妈兜着走。
说实在也一样。就我在这里边待着，说实在的，你说是在这看着这关着，那多么难受。我一直没这么认为，我就认为说我的亲人所承受的这个痛苦要比我要大多得多。有一次我跟这个中法的人说，我说你早点就是换了算了。我觉得真是，我要是早活一天，我觉得可能都牵着我们家人，都是撕扯着我们家人，等我们家人就多难受一些。我要觉得就是早了结我，可能我们家人还早解脱。我现在就是这么想。当然上诉我并不是为了要保我这条命，我就想把事情要说清楚，因为我本身我并没想上诉。而且呢还有个一刀两刀的问题，所以我要把我就是我的想法我要说出来，我要说清楚。我并不想保我这条命，其实我这条命就是已经一点价值没有，我只想说清楚。所以说你就是如果要是能为我们家人要是早为我们家人分担点忧愁，或者早就是早省心的话，那我宁可我早点就是来执行我宁可因为这样的话，我愿意让我们家人早点就是解脱。所以说我现在特别不愿意就是这么就是牵扯我们家人。